大家好，感谢收看本期的鱼掌门。前一阵子呢，我听了一个非常令人气愤的消息，说残障人士这个导盲犬呢，不让坐公交，不让坐地铁，不让进超市，这分明就是歧视残障人士嘛！这几天呢，我又听到一个更气愤的消息，一个挺爱耍大牌的一个女明星啊，将自己的狗带入了片场，结果出事了。带的它不是普通的狗啊，是一只藏獒啊。结果那藏獒呢，把女配角给咬了啊，咬了11口，缝了31针呢。大家呢，看新闻。有媒体报道，昨日深夜，一名在横店影视城拍戏的女演员被某大牌女星的藏獒咬了11口，医生证实患者血肉模糊，缝补31针。这名女演员名叫李一新，所在剧组遭遇了屡禁不鲜的明星耍大牌。有消息称，某长相甜美、上过央视春晚、演过主旋律影视剧的女明星，除了出入多名随从，吆三喝四、派头十足，还带着一条凶悍的藏獒来到拍摄现场，吓得演员们纷纷躲闪。而李一新因为和她对手戏比较多，两人关系也算亲近，在该女星说出自己狗狗不咬人的情况下，李一新伸手去摸，却突然遭到藏獒扑倒狂啃。据医生透露，尽管已经注射多种疫苗，但因被犬咬的潜伏期较长，因此不保证100%狂犬病不发作。而该女星的演艺生涯也有因毁容而终止的可能。据悉，事件发生之后，该女星已派人出面料理相关事宜，承诺承担所有的医疗费用。这实在太不像话了啊！我也去过片场，那片场呢，那导演呢、摄像啊、演员呢、龙套啊、场工呢，加在一起呢。不下10口的，你说他这个狗谁也不咬，偏偏把女配角给咬了，这个呢就让我不得不联想，这是不是有意而为之啊？是不是女配角抢你这个女主角的戏了？是不是女配角撼动你女主角的地位了？女配角抢了你的风头啊？所以呢你怀恨在心，于是呢领着自己的狗把一女配角给咬了，而且哪都不咬，非咬脸呢？你说你多歹毒吧，你这个女人啊！更可气的，现在各大媒体呢都不说这个女人是谁，只说呢这个女明星呢平时挺爱耍大牌啊，说这个女明星呢长得挺漂亮，上过春晚，演过主旋律的电视剧，就不说她叫什么名字，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为她隐瞒呢？怎么的？你们害怕啥呀？害怕这个女明星后台太硬，害怕这个女明星干爹太多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女明星跟她的狗一样，都是狗仗人势。下面呢再说说一个更高调的女星，就是人称范爷、自称富豪的范冰冰。最近呢她这个新片电影呢叫做二次曝光，在北京呢曝光你的爱情新闻发布会上，配合发布会主题，范冰冰透露了自己的恋情。她说啊，现任的男朋友呢可以让我心里觉得这个世界很安宁，没有纷争，他就像丁丁历险记里的男主人公的化身。宋丹丹说过，做人难，做女人更难，做一个名老女人更是难上加难。现在呢，豪宅对于范冰冰不难，名车对于范冰冰不难，奢侈品对于范冰冰不难，难的是范冰冰找不到一个像样的男朋友啊。咱们大家都知道，跟范冰冰传过绯闻的男人，那有如恒河之沙呀，没法数。范冰冰这两年也是广泛培养重点选拔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呢，可以说是颗粒无收。再加上呢，最近他的老对手这个章子怡呢，可以说呢是如鱼得水呀，跟撒贝宁呢也一起搬进了美国的豪宅，夜夜寻欢呐，所以他看的呀羡慕嫉妒恨呐。那范冰冰，范爷那是要强的人啊，别人没有的我得有，别人有的我还得比你好，是我的你不能动，不是我的你给我放在那也不能动啊！你不章子怡有男朋友吗？你看现在我有男朋友了，哎，但是呢现在网上传了，说呢范冰冰这个男朋友呢就是酷似丁丁的这个人呢，可能是书法家周文健。哎呀，我一听这个给我乐坏了，章子怡找个名嘴你就得找个高手是不是啊？下一个新闻呢，说说影帝葛优啊。这个葛优啊，可是中国影视界的这个文艺圈里的这个大腕啊，人称葛六亿。葛六亿呢，不是说葛优有钱，有6亿人民币啊，是说你葛优呢有6亿的粉丝，相当于全国有一半的老百姓是他的观众。你想想，那葛优他能不成功吗？这么成功的人呢，
啊，他首先呢，那肯定是来感谢他的爹爹啦，葛存壮老先生啊。葛存壮老先生呢，也是个人民艺术家，所以呢，葛优呢才有现在的成绩。还有呢，葛优呢就在感谢自己的老婆啊，他自己的老婆叫什么呢？他的老婆叫做贺冲啊。前一阵子呢，有人呢，在这个北京三里屯呢，就遇见了贺冲。当时贺冲呢，在门口躲在一个角落里打电话啊，但是穿得很随性，白短袖，花裤衩。睡衣打扮出门会客，讲电话期间呢，还不时撩起衣服、提裤衩、抬腿驱赶蚊子啊！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啊，这个贺冲的打扮呢，咱看了啊，非常的简约，而且呢，脸上的表情呢也很淡定、很自然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贺冲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女人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老公搁外面鬼混的女人。哎，他指定不带幸福的。从人家的一脸幸福的样子，就可以看出来呢，葛优对他老婆很好。你说葛优那么大的名气，这么多年一直没传说出有啥绯闻呢？啊，你像说这个影帝有点绯闻很正常吗？但是人家葛优没有啊，所以像这样的老牌艺人做得这么好的，真是太少了。赵忠祥前几年传出这个虐待门，朱时茂前几天传出个什么地下停车场基吻八五后的小艺人，你看看这都完了。就葛优，你看洁身自好，所以啊，葛优啊，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。在这个年代，我们需要偶像，但是我们更需要榜样。